Good morning, Jesus。耶稣讲真，兄弟姊妹，大家晚上好。现在，咱来看以赛亚书第十三章第三节。主耶和华安尼讲：牛王的身体有好了，因虽将家己的心意却一无所见。一个人欢喜，常常是根据着伊的身份、所在、甲看见。对着富人人来讲，无代表伊希望伊会当将来嫁一个好翁，做一个好某，然后这就是伊所要爱的身份。后来，这个人结婚了，确实有一个真疼伊的翁，也有真好的儿女，咱讲真圆满的家庭，这就是伊所惦的所在。毋过，伊的内心的中间渐渐讲，逐天的生活拢总受伤，煮三顿顾先生、帮衬先生、照顾囡仔，这毋是伊要爱的生活。但是当你若问伊讲，无你要爱啥物的时阵，伊也毋知，所以就常常甲伊的先生冤家。伊的先生就问伊讲：“你要爱厝，我予你厝；你要爱钱，我所有钱拢总予你。囡仔的成绩也非常的好，啊，无你到底要爱啥物？”伊讲：“我实在是毋知。”兄弟姊妹，咱是一个啥物款的人？今仔日咱伫做啥物？将来咱阁会当看见啥物？这就决定咱是毋是会当成做一个喜乐的人。但是真侪人的人生，一生的中间，拢伫迄个所在，四界伫看。却完全无有定向，请看清楚你今仔日的身份是啥物？你是依然是物质的儿女，还是上帝儿女？你来看你家己所踮的所在，你究竟是伫物质的内面，也是伫基督的内面？你是毋是会当看见？你的看见是看见你家己的需要欲望，还是你看见着上帝为着你陪伴的道路？兄弟姊妹。当咱若看见愈悬，咱的画面就愈悬；当咱若看见愈远，咱所行踏的脚迹就愈稳固，咱的喜乐就会当愈满足。所以圣经内面，咱看见这段的先知，为什么指责因有好料？因为因拢随从家己的心意，却唔知影因头前面的路究竟要安怎来行。咱的一生认定伊，伊就引导着咱。你有找到无？咱做个三个来祈祷。特别我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就是让我有机会在我人生道路中间看见你为着我陪伴的标杆，让我为着你来活，为着你来装备。愿主继续帮助着我，也借着我流露出甲别人无相像的生活，直到我会当影响着因，会当帮助着因找到这条路。在这条天路的历程中间，我同心同行，感谢你。好，耶稣基督圣名祈祷，阿门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愿上帝赐福你，加你的一家。